什么人？出来！ ，就是誓死在你脚底下的圆正师傅的一个后辈，只你一个人？是的，而且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。<笑>你是想，你是袁捕头追击的巨盗，我要带他将你送进官府去。 ，多宽恕，少逞强。阿红，这六个字你要谨记。哎呀！哎呀！